这里有一排棋子，那他怎么排呢？他是兵卒兵卒兵卒这样子一直排下去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是两个一组，两个一组，两个一组，一直反复循环？所以呢，你一定要先找出来几个一组，你才有办法一直排下去嘛。啊，所以呢，你要先找循环组，所以它是两个一组，两个一组，然后先排兵再排卒，可以吗？再来，题目开始问你，第一个兵到第三个兵，第一个兵在这里，第一个兵在这里，然后第三个兵在这里，所以很容易就排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题目就很容易回答。那一共会有几个棋子呢？第一个兵在这里，第三个兵在这里，所以一共有几个棋子？一二三四五，五个棋子。马上找到。所以数字很少的时候，你就是直接排就可以马上算，还比较快。再来，第一个兵到第四个兵呢？所以第四个兵呢，就多排一组就好了嘛。所以兵卒先兵再卒哦，所以第一个在这里，那第四个，第四个是指这一个了，所以一共会有几个棋子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棋子。那七个棋子，七个棋子，可是人家是问你间隔，间隔，所以呢是找找这个中间的间隔，找间隔，找间隔，找夹在中间两个，两个字中间的叫间隔，两个字中间的叫间隔，所以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所以七个棋子会有六个间隔，就跟我们的手指头，我们有五根手指头，对不对？可是中间的间隔呢？间隔是不是只有一二三四四个？被夹在里面会比较少，所以要减一。所以一共有七个棋子，你减一就会有六个，六个间隔，会不会了？所以你要先去找这里有七个棋子，先找棋子，然后再把棋子减一就是间隔，所以会有六个间隔。那每一个间隔呢，它告诉你是离两公分，离两公分，离两公分啊，所以你直接把这个间隔有几个间隔，每个都两公分啊，所以你乘上之后就是十二公分，会不会了？所以这里是十二。所以找间隔或者是离多远，两颗棋子离多远，你就要找间隔嘛，然后去乘以二嘛。那找间隔一定要先去找棋子嘛，所以棋子知道，棋子知道你才可以找间隔，才可以找离多远，相隔多远，会不会了？所以一定都是先找总共有几个棋子，会不会？再换这一题，第三个兵到第七个兵会有几个棋子？那棋子知道呢，你要找间隔一共有几个，你再减一是不是就是间隔？那每一个间隔两公分，所以你再乘以二之后就是他们间隔有多远，间隔几公分就找到。所以你找间隔跟找间隔几公分一定都要先找棋子，棋子，棋子。那第三个兵到第七个兵一共会有几个棋子呢？一共会有几个棋子？很简单，你就排排看。所以呢，来你注意看哦，这是第三个兵啊，后面呢就是第三个卒嘛。那兵跟卒是在一起的啊，是一组的啊，是一组的啊，所以兵跟卒是一组的啊。所以这是第三个兵啊，这是第三个卒啊，会不会啊？表示这里还有第四组、第五组、第六组，然后才到第七组。第七组就会有第七个兵出现。啊，下一个就是卒，会不会了？啊，所以你就要从第三个兵数到第七个兵，那从他到他一共会有几个棋子呢？
那你已经知道中间会有第四个兵、第五个兵、第六个兵嘛？啊，每一个呢都是兵的旁边就是主，兵的旁边就是主啊，所以每一组都是两个啊，所以这里有一二三三组，对不对？啊，每一组都两个，所以二乘以三，这里就会有六个啊。啊，这里呢再往前数一个两个，所以这里会有两个啊。兵呢在这里呢数到它就好了，所以这个不用数，所以这里会有一个。所以总共就是二加六加一，所以一共是九个棋子，所以就找到这里会有九个棋子。那棋子找到之后，再减一就是间隔，然后再乘以二就是间隔的长度，所以就是十六公分。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排排看就对了啦，会不会了？好，再来，那我再出题目。来，我如果把这里改掉，如果是第十个兵到第十七个兵呢，那一共会有几个棋子，几个间隔，离多远？嗯，很简单，你就先找两边，再找中间，所以第十个兵，第十个兵在这里啊，第十个兵就要配第十个卒，所以这两个是一组的。哎，再来，这是第十个，第十个对不对？哎，那就会有第十一个、第十二个，一直到第十七，第十七。那中间是不是还有十一到十六？那连续号码数个数，所以相减加一，所以这里是六啊。每一组两个，二六十二，然后这里还有两个，这里呢只有排到兵，没有后面的组，所以这里一个，所以就是二加十二加一，所以一共会有十五个，所以这里是十五个棋子，那减一就是十四个间隔，那再乘以二就是二十八公分，会不会？再来一题，再来一题。好，如果是第九个兵到第二十五个兵，那一共会排出几枚棋子？几枚棋子？好，先排第九个。好，先排第九个，第九个在这里啊，兵的后面还有卒，所以这两个是一组的。啊，这是第九个，第九个兵啊，所以叫做第九组啊。啊，再还有第十组啊，一直到第二十五个兵，那表示前面有二十四组啊。第二十五个兵就是第二十五组里面，只要排出兵就好，卒不用。所以第二十五个兵在这里，所以这里一个，这里两个啊，这里一共有二十四减十加一，所以一共会有十五组啊。所以每一组两个，所以二乘以十五等于三十，所以一共是二加三十，然后再加一，一共会有三十三个枚棋子。所以这里会有三十三枚棋子啊，夹住的间隔减一，三十二个，那每一个间隔两公分，所以乘起来，所以是六十四公分，会不会了？再来一题，如果这里我把它改成第十三个兵到第四十七个兵，所以第十三个兵到第四十七个兵一共会有几枚棋子？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前后摆出来，然后去找中间有几组，会不会了？所以第十三个兵，第十三个兵在这里，那它后面一定会有第十三个组。好，前面排出来了，再来换最后一个第四十七个兵，也把它排出来，可是卒就不用了哦，因为它只叫你到第四十七个兵，所以卒就不用了。可是这个卒你要排出来哦，因为第十三个兵的后面就是跟着，要马上跟着卒啊。你看每一组后面都要跟着一个卒，兵的后面都要跟着卒，兵的后面都要跟着一个卒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卒就要排出来，这个卒就不用了。再来就是找中间有几组，那很简单，十三的后面就是第十四个兵，表示有第十四组啊。那一直到第四十七个兵，前面就有第四十六个兵，所以就有四十六第四十六组啊。
那你不就找到中间有几组了吗？啊，所以连续号码数个数相减加一，所以一共是33组。那每一组有两个，所以乘完是66个。再来数前面两个，后面一个，全部加起来2加66加1，所以一共是69个棋子，会不会了？所以这里是69。那减一就是夹在中间的间隔有68，每一个两公分，所以再乘以2，所以就是136，会不会了？再一题，再一题。好，这一题数字要大一点哦。来看这边，来，请问你，如果是从第27个兵，到71个兵，那一共会有几枚棋子？所以先排前后，再去找中间有几组。先排前后，所以第27个兵在这里。啊，再来，最后第71个兵在这里。啊，这个兵后面要接着组哦。啊，这个兵后面就不用了，因为它 只到第71个兵嘛，会不会了？哎，再来找中间是哪几组，所以27的后面是28，一直到71的前面是70，所以这里呢连续号码数个数相减加一，所以一共会有43组，每一组两个，所以乘完这里会有86枚棋子。那前面有两个，后面有一个，所以是2加86加1，所以一共是89，会不会了？所以一共有89个棋子，然后减一间隔有88个，每一个两公分，乘完是176公分远，会不会了？再来，我要动手脚了。来看这边，我如果把前面这一个改成卒呢？那怎么算？一样，先排前后，然后再去找中间有几组。所以第27个卒，所以一定要先兵再卒。可是我只要从卒开始，所以前面的兵拿掉，然后到第71个兵，所以第71组的兵在这里，那后面是卒。可是我只到兵，所以卒又不用，所以先排出前后，再找中间夹住第几组到第几组，是28到27的后面就28嘛，啊71的前面就70嘛，啊所以这里一共会有几组，连续号码数个数相减加一，所以是43组，每一组两个，所以乘完是86。那这里呢有一个，这里也有一个，所以全部是1加86加1，所以一共是88，会不会了？然后再放进去，这里88个棋子减一，就有87个间隔，然后再乘以2，就是间隔有多远，就是174，会不会了？所以反正你就记起来，一定要先排前后，先排前后，再去找中间夹住哪几组，会不会了？好，刚刚是兵，现在换卒，我们先来换卒试试看哦。来，第四个卒到第十个卒，所以呢，每一组都会有兵和卒。那我们先把前后排出来，所以第四个卒，就是这个，所以呢，兵不算进来。然后到第十个卒，呢，就是在这一组里面的这一个是第十个卒。那表示中间还有几组呢？四的后面还有五嘛，啊，十的前面还有九嘛，所以里面还有第五组的兵和卒，第六组的兵和卒，第七组的兵和卒，第八组的兵和卒，第九组的兵和卒，才会到第十组的兵和卒，会不会了？
所以一样先排前后，把前后排出来，然后再去找中间有几组，会不会？好，五到九，所以连续号码数个数相减加一，一共有五组，每一组呢都会排兵和卒两个，所以乘以二，一共有十个。那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两个，所以全部加起来就是十三个，会不会了？所以这里有十三，那间隔减一，十二，再乘二，就是离二十四公分远，会不会了？再换数字算算看，来。那如果是第六个到第二十个呢？第六个到第二十个呢，一样先排前后，所以呢，第六个组，第六个组的旁边就有第六个兵，会不会？那再来呢？后面第二十个组前面就有第二十个兵，那中间有还有哪几组？那六的后面就是有第七组，一直到二十的前面还有第十九组啊，每一组都两个两个哦，所以呢，这里一共有几组？连续号码数个数相减加一，所以一共有十三组。那每一组有两个兵和卒啊，兵和卒，兵和卒，兵和卒啊，所以每一组都两个啊，啊，这里有十三个组啊，啊，所以乘起来一共就是二十六个。那这里他要的是卒，所以这个不能要。啊，这个要卒，那前面呢要先有兵才会有卒嘛，所以这里兵和卒都要排出来，所以两个，所以一共就是一加二十六加二，所以一共会有二十九枚棋子，所以这里是二十九，那减一就是二十八个间隔，乘以二就是间隔有五十六公分，会不会了？这个方法教完之后，老师再教你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把全部的每一个棋子编号码。所以来注意看哦，这叫做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、第六个、第七个、第八个。好。所以兵呢就会出现在第一个，还有出现在三号的时候，再来就出现在五号的时候，然后再来就出现七号的时候。那卒会出现在二号、四号、六号、八号，所以一直下去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？第一个卒，第二个卒，第三个、第四个，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。我刚刚讲第几个、第几个，你只要把它乘以二，不就是它在整串数字里面的编号吗？排在第几个啊？有没有？这是你看第二个卒，第二个卒，第二个卒，你只要把二第二个的二乘以两倍。哎，不就找到它在整串里面排第几个了？那第三个组呢？第三个呢？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三个，你只要乘以二，你就知道它排在原本的第六个。听得懂啊？所以这里第六个组、第六个组、第六个组的编号，在整串里面的编号，不就是第十二？那第二十个呢？你乘以二，不就是它排在整串里面的第四十个？那从第十二个数到第四十个呢？一共会排几个啊？所以不就是连续号码数个数相减加一？所以这里减完是二十八，再加一，所以是等于二十九，跟我们刚刚算的是不是一样？有没有？所以你只要看到足足足。卒是第几个的时候，第几个时候你把它乘以二，乘以二就会知道它在原本里面的顺序是在第几，会不会了？那兵呢？兵呢？很简单啦、啊，第一个就是 A 一嘛，在这里。第二个你也一样，先乘以二是变四，然后再减一就会是三，会不会了？其实就是先找后面的啦，再减回来就是它的顺序。
那第三个兵，第三个兵就会有第三个卒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三个卒是乘以二，就是他的，他排在第几个位置，然后再往前找一个减一嘛。所以第三个，你就是把第三的三乘以二等于六，再减一，就是它排在整串里面的第几个，懂吗？啊，所以如果这里改成冰的时候，那第六个你就乘以二。2612，然后再减一，所以它其实是排在整串里面的第十一个。那第二十个呢？第二十个兵是排在整串的哪一个位置？一样把它乘以二，所以就是40，再减一就是39。啊，所以你就要从第十一个数到第39个。啊，一共会有几枚？就是39减11再加1，所以一共就会有29个，会不会了？来，我们要排排看咯。好，先排前后。啊，第六个兵在这里，第20个兵在这里，所以这个不算数。啊，再来中间会夹住第七组一直到第19组，所以呢7到19有几组？相减加一，所以一共会有13组啊，每一组两个，所以2×13=26啊，这里有两个，这里有一个，所以2+26+1=29，是不是一样？有没有？会不会了？所以这是第二个方法。